在多个成员党陆续退出后，国阵濒临瓦解。对于方谦出现要求马华退出国阵的声浪，总会长廖仲来今天松口承认，马华现阶段已经是一个独立的政党。廖仲来说，马华和巫统其实已经分家，国阵已经名存实亡。马华已经宣布了我们是分家了，他虽然我们没有决裂，跟巫统没有决裂，但是我们是分家，我们是一个独立的一个政党。现在的国政已经名存实亡，所以现在重点是在于马华的内部的改革。尽管如此，廖仲来并没有把话说死。他说，作为国政的创始成员党之一，马华没理由退出。现阶段虽然国政濒临瓦解，但不排除未来还有合作的可能。不管是巫统还是马华，或者其他的这个国政的成员党，如果我们的方向目标是一致的，我们可以合作，如果不同的，我们不需要。在表明马华和巫统分家后，廖仲来暗示在来临的乌拉港州议席补选，马华不排除将放弃使用国阵的天秤标志，改用马华自己的党徽出征补选。我们马华都是会用我们马华的这个标志竞选，马华如何竞选，因为这是马华的议席，所以马华会出，马华的选区，这是马华的选区，马华会出战乌拉港州。在刚过的509大选，马华候选人林振华在乌拉港州议席只赢得5800多票，是三角战当中票数最低的。众选的行动党议员黄田志因为两天前遭遇车祸不幸丧命，因此乌拉港州议席悬空，必须举行509大选后的第二场补选。对于马华是否可能再派林振华出征，廖仲来说，马华将开会讨论后再做决定。 NTV7 综合报道。